光源台北，台北就是未来。台湾灯会回到台北，那我们的同仁统计，从二月一号到今天哈，是1256万人次啊，这是破历年来的一个参观的一个人潮。我更要感谢我们有很多幕后的无名英雄，让我们台湾灯会这次办得这么成功，让台湾灯会的闪耀到全世界都看得到。这一次的灯会点亮了城市光廊，整个台北市都亮了起来。也再次展现了台北超越台北的精神。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前来台北，让全世界透过这一次的灯会看见台北的魅力和潜力。在这边，我也要预祝接棒的台南市筹备顺利，让台湾灯会这个品牌能够更加精彩，让全世界透过灯会看见台湾。